在艱泥嚟戰鬥到底，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昆仑峰主持铁男，哦，昆仑峰啊，今日又同大家见面，但系咧你系见唔到阿台长啊，因为得翻我一个喺度啫。因为点解咧？台长有啲事未翻到香港。咁咧，我哋今日就想讲边位咧？咁我哋讲咧一个中国嘅十大元帅贺龙将军。OK， 我哋睇下第一张图先。系啦，第一张图咁啊，两把菜刀打天下，贺龙。咁啊，一听到两把菜刀打天下咧，你谂啊，其实我哋香港人咧搞呢个抗争咧，通常咧就话冇枪冇得搞。你睇下贺龙咧，拿两把菜刀搞掂啦。啊，咁啊，贺龙咧，1896年至1969年咧就即系嗰个生啦，1896年生啦，1969年死啦。咁啊，原名系咩咧？贺文常。咁啊，字云卿，咁系桑植县人，即系湖南嘅桑植县人，即系湖南人咧，都几系恶嘅，其实真系。咁啊，佢属于咩咧？佢系属于中国领导，即系共产党领导嘅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亦都系八路军，亦都中国人民解放军嘅主要领导人。咁咧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十大元帅之一。咁啊，佢1914年咧，18岁咧就参加咗咧中华革命党。咁啊，中華革命黨係咩呢？就係當年啊，孫中山咧就因為宋教仁咧，1913年就喺上海被人懟冧咗啊。咁啊，孫中山咧就發動咗一次反袁世凱嘅二次革命，後來失敗咗咧就流亡日本。喺1914年咧，佢又成立咗一個叫中華革命黨。咁呢個中華革命黨咧，即係其實你要入過黨嘅，即係當年同盟會嗰啲人咧。要再重新加入個中華革命黨啊？點解要搞咁麻煩咧？就因為咧，孫中山喺依次二次革命嘅時候咧，佢發覺咧嗰啲黨員咧真係唔係好聽話，咁所以咧佢就要搞多一次呢個新嘅黨，而咧個黨裏面個誓章咧就加咗一條條款咧，就話咧要絕對服從咧呢個領導嘅指揮嘅，即係話咧唔可以即係自把自為嘅，要100% 忠誠嘅。咁所以依樣嘢咧，亦都令到後邊有啲人咧就覺得咧，即係孫中山咧步向咗呢個即係所謂獨裁啦。咁啊，呢個見仁見智啦。咁啊，嗰個環境咧，因為你唔係咁樣，你就發覺好難控制到當時嗰啲即係啲黨員啊，啲個個都即係個個有一套嘅話咧，就好難去搞革命嘅其實。咁所以咧，後來咧佢係成立中華革命黨，要重新再加入過之後咧，咁就。再發起個革命啦，後來到1919年10月10日咧，就應該中華革命黨就改咗做中國國民黨。咁啊，好啦，我哋講呢個中華革命黨之後咧，我哋就講翻阿何龍啦。佢18歲就已經參加中華革命黨噶啦。咁啊，1916年咧，佢就參與咗湘西暴動，咁啊，攻打呢個石門縣城啊。咁啊，3月嘅時候咧，佢就率領咗21個人咧，就去搗毀咗呢個巴茅溪鹽局。咁啊，巴茅溪鹽局係咩咧？就係因為當時咧啲內陸嘅地方咧就係好需要鹽嘅。咁咧，如果你冇鹽咧，咁你要卸嘅，要向呢個國家卸鹽。咁用啲白布條咧寫低你卸幾多鹽，即係爭幾多錢咁樣嘅。咁咧，然後嗰陣時咧，然後好多村民咧都即係冇鹽咧就好慘嘅，因為咧如果你而家香港地人咧，通常就係話即係食得鹽多嘅啫，即係好少話唔夠鹽食噶嘛。但係嗰陣時咧，真係好少鹽食嘅。咁啊，而家好少鹽，如果食得鹽少咧，個身體好有問題嘅，譬如容易抽筋啊、頭痛啊、血壓低啊、頭暈咁樣嘅。咁所以咧，你一定要食鹽嘅。咁所以咧，你幾冇嘢食都好咧，你一定要去依個鹽局嗰度咧，即係個政府專利嘅。咁你就要去賒啲鹽嚟食啦。咁變咗咧，好多即係啲民眾咧就欠落咗好多錢啊，向依個鹽局。咁所以咧，後來咧就阿何龍咧，即係打響頭炮咧，就係話咧佢就帶住兩把刀咧，就入去依個鹽局咧，就成個拆咗佢，跟住咧將嗰啲白布條，即係嗰啲賒鹽嘅嗰啲咁嘅借據咧，就全部燒曬。咁所以咧得到當時嗰啲民眾咧嘅支持咧，佢就組織咗隊軍隊嘅。咁啊，其實佢可能得幾多支槍咧？12支嘅啫。
咁啦，佢由冇槍到有槍咧，都係用即係攞兩把刀打翻嚟，唔係好似而家香港啲人咧就話：，哎，我冇槍冇得搞，唔係嘅，即係人哋有心搞咧，揸兩把刀有得搞噶啦。咁咧後來咧佢做咗咩咧？後來做咗湘西嘅護國軍嘅第二營營長，不過後來咧咁啊失敗咗之後咧逃往長沙，咁啊先至由呢個何文常呢個名咧改名做何龍。到1917年9月咧，阿何龍咧就翻到鄉下咧，就再重新組織過一啲農民兵啊。咁然後咧，佢又參加呢個援鄂戰爭，咁啊任湘西護法軍嘅第一路遊擊司令，即係話佢好後生咧，就已經參加好多呢啲戰事，而家都係做領導嗰個位置噶啦。到12月咧，因為有啲內部矛盾咧，佢就俾人解除武裝。佢翻鄉途中去到慈利交界咧，又攞兩把菜刀咧，就將呢個慈利縣長啲衛兵咧就打敗咗，又搶咗兩支槍。嗱，即係咧唔係有冇槍唔緊要嘅，即係邊度有槍佢就去攞得噶啦。咁咧佢重新咧就拉起咗隊伍啦。咁咧又所以你睇到啦，佢係由18歲加入中華革命黨，一路去到1917年咧，佢已經咧係打過唔少嘅戰爭啊，而且用因為有一啲因為即係太叻啊，叻一仔咧，俾人哋咧即係怕咗佢，即係你功高蓋主嗰只啦，人哋都驚你，所以咧就解咗佢啲槍。咁後來但係冇用嘅，你解咗槍，佢真係打得啊嘛。咁佢咧就再打過，又再搶兩支槍，所以唔好再話冇槍啦。我哋如果你夠用猛咧，即係你揸兩把菜刀都可以贏嘅。好啦，我哋睇下第二張圖先。系啦，第二张图咧，我哋就睇到嗱，贺龙咧开头系加入中华革命党噶嘛，咁后来咧佢系点解会转投共产党咧？咁咧就佢喺1920年嘅时候咧，佢嗰阵时咧已经系即系同好多呢啲我哋叫进步人士交往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咁啊，点解我哋当即系我哋当年啊，我哋叫共产党人士咧，我哋通常叫做进步人士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嘅思想當時咧就幾吸引人嘅。你睇下紅色嘅位置啊，阿毛澤東咧曾經係鼓吹個湖南獨立嘅。你睇下佢啲主張係咪真係好進步啊？佢嗱嗰句咧，佢話吳人主張商人自決主義，其意義並非部落主義啊，又非割據主義，乃以在湖南一塊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應自負其創造之責任。湖南人者，湖南人之湖。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其实你想想，你将呢张毛泽东讲呢番说话，如果系调转将个商人嗰度讲香港人，嗱，如果吴人主张香港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香港一块地域之文明，香港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香港人之香港人者，香港人之香港，香港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香港事。哇！你睇到咧，如果真係當年毛澤東講呢啲嘢咧，我諗真係幾進步嘅。咁你而家我香港而家講呢啲唔得噶嘛，一講就俾人拉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咁多年，1920年啊，毛澤東已經講呢啲嘢啦。咁你係幾進步啊？咁所以咧，我諗呢啲咁嘅説話咧，對何龍嚟講咧係好吸引嘅。咁去到1925年啦，1925年嘅時候咧。咁啊，何龍啊點咧？佢係支持一個五三十運動。五三十運動係乜嘢咧？五三十運動咧，你睇藍色嘅部分啦，就係咧北洋政府治下反帝國主義同反當政嘅民國軍閥嘅勢力嘅一場運動嚟嘅。咁點解會有呢場運動咧？呢場運動係由國民黨即係策劃嘅。咁啊，點解佢要策劃呢個運動咧？就因為當年咧日本人咧喺呢個即係上海啊一啲棉紗廠。咁咧就因為當時我哋好多童工嘅，好多細路仔去打工。而家你見到好似即係話我哋細路仔通常讀緊書，其實嗰陣十零歲咧就要翻工啦，要做嘢噶啦。咁啊，佢嗰十零歲咁咧就去呢個日本廠度翻工咧，有個中國嘅小朋友咧就俾人發現咗，即係死咗喺呢個沙廠裏邊。咁啊，發現咩咧？佢心口裏邊咧就有個大嘅窟窿，係俾人用即係懷疑係俾人用啲錘仔咧，好重嘅錘仔咧係打咗一下，令到佢個胸骨碎裂而死嘅。咁因為呢件事咧，咁我講嗰陣時嗰啲即係沙廠嗰啲工人咧，就即係抗議同示威，要罷工嘅。咁後來咧就當時嗰啲軍閥啦，同埋呢個即係帝國主義啦，即係意思，即係嗰啲政府咧就派人鎮壓嘅。咁啊令到當時咧就即係國民黨就利用，即係唔話利用啦，就係、是、根據呢件事咧搞咗一次群眾嘅大運動啦，就去推即係去
即係要要求翻一個即係正確嘅一個答覆啦，即係唔可以再發生咁嘅事啦。咁啊，所以咧後來就不過去到最尾咧，就去到依、這個1925年5月30日咧，就喺啊呢個遊行嘅過程之中咧，就即係佢哋啊產生啲流血事件啦，好似有槍擊啊，又咁啦，咁就叫咗一個530慘案嘅。咁因為何龍咧就支持530運動咧，所以令到佢咧後來咧就即係俾依個趙恆剔咧就進攻啊，即係打佢。咁啊，被逼咧就退到去貴州同仁啊。咁後來咧，1926年咧，佢就參加咗北伐戰爭。到1927年咧，佢又到達咗南昌。咁啊，到咗南昌之後咧，佢就同阿周恩來就過從甚密啦。咁啊，周恩來當時叫做咧前敵委員會嘅人員嚟嘅。咁啊，佢又委任咗何龍做咩咧？做咗呢個起事軍嘅總指揮。咁啊，8月1日咧，何龍咧就正式參與咗領導南昌起義。不過可惜啊，咁啊，南昌起義咧就好快失敗咗啦。當然我都知道。咁啊，佢不過咧，佢都正式加入咗共產黨。咁啊，嗰陣時即係話咧，佢由依、這個國民黨嘅支持者，去到南昌起義嘅時候咧，佢已經係正式咧加盟咗去即係共產黨嗰邊啦。咁啊，我哋可以睇下第三張圖啦。嗱，第三張圖咧，咁你其實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阿何龍咧，其實係一個比現代化嘅人嚟嘅。咁咧，佢嘅訓練嘅軍隊咧，都係比較上係先進嘅。同埋咧，佢好中意運動嘅。咁如果有聽過咧，佢有試過一次咧，俾日本即係圍攻嘅時候咧，佢咧仍然咧係叫佢嗰啲即係咩嗰陣時咧，佢係唔記得好似喺某一場唔知齊會定邊度啦，一場戰役啦，咁就俾人圍攻。咁咧，佢就將個村嘅即係啲村屋咧，全部聯起曬之後咧，就抗即係我哋抗住日本人嘅入侵啦。但係當時咧，佢仍然點樣咧？佢仍然咧係打緊籃球嘅，即係嗰陣時佢搞籃球比賽。佢好中意咧喺軍隊裏邊咧搞運動嘅排球啊、籃球啊咁樣嘅，乒乓波都有嘅。咁即係總之咧，佢仲要咧點樣咧？就話人哋打即係外圍打緊啊，佢仲話誒場比賽唔好停，打完先至繼續，先再去打仗。咁所以咧，你諗佢幾中意打波？咁1928年咧，佢去到湘西嘅組織紅四軍，到1930年咧，佢就同紅六軍咧編成咗紅二國軍團。到1931年咧，因為長沙戰敗，嗱呢啲戰爭咧就唔係同日本打噶，呢啲戰爭大部分係同緊國軍打嘅。咁啊，改編為紅三軍。咁啊，1932年咧，佢就喺建立咗一個紅湖蘇區嘅。咁1933年啦，佢喺湘鄂邊咧重建根據地，但係就唔成功。期間咧，去呢、這個即係當時你如果你要知道就係當時喺依個中央咧就有一啲即係嗰啲政策咧就叫縮反啊，縮反咧就係即係縮清一啲反對嘅人士嚇，咁啊嗰陣時佢嗰個書記即係因為你嗰陣時你知道軍隊裏邊通常都有個書記嘅，咁你嗰陣時嘅書記叫夏希，我都講過嘅一集，咁咧佢又推行依個叫左傾路線啊，咁啊但係問題咧依個夏希做嘅嘢咧。就阿何龍咧就唔係好滿意嘅，所以咧就抵制佢呢、這個即係縮反嘅行動嘅。咁啊縮反咧喺係由幾時開始咧？由1932年咧就去到4月到1933年嘅6月。咁啊縮反咗大概4次嘅，不過頭三次未結束嘅，又開始第4次。咁第4次咧就佢係殺咗幾人咧？就殺咗幹部內，即係淨係即係殺自己人啦，唔係殺外邊人啦，係殺幹部咧，就3000多人。咁啊，佢啊2年多一啲時間咧，佢就殺咗紅軍根據地嘅幹部咧、戰士同群眾啊，即係一般普通人咧，係過萬人嘅。咁所以咧，你諗下，其實共產黨好得意嘅，佢哋咧嗰個成立同埋嗰個成長咧，都不停殺嘅，唔淨係殺外人喎，佢連自己人都殺好多嘅。嚇咁啊！嗱，依個係縮反啦，遲啲仲有個叫鎮反嘅，1950多年。咁所以咧，佢哋係不停咁喺內部咧，佢清剿一啲佢認為潛在嘅一啲即係叛亂分子啊！嚇咁啊！依個夏希咧，最尾我都講過，夏希佢就係最尾點死咧？最尾就係因為佢殺得太多人啦。咁啊，有一次咧就行軍嘅時候咧，跌咗喺條河裏邊。咁啊，佢唔識游水。咁啊，大家望住佢又唔攞救佢。咁結果啊，浸鬼瓜咗嘅。咁啊，去到我哋講翻啦，1935年咧，咁啊，阿何龍咧喺桑植殲滅咗國軍58師172旅，你睇佢打，即係何龍真係幾打得嘅。咁喺桃子溪咧又殲滅國軍58師178/174旅，
咁啊，每一場戰爭咧，即係何龍打嘅咧，都係贏嘅。到六五月咧，佢又一路咧就轉向湖北，以一步包圍孫恩，以主力咧就在中保地區打援，殲滅國軍四十一師、師部同埋一二一旅。十一月咧就突破咗國軍封鎖，就長征開始。即係1935年咧，佢都打同國軍打咗場仗咧，都係處於呢個優勢，跟住後來咧突破咗國軍嘅封鎖就走去長征啦。咁啊，長征我哋有一集已經講過噶啦，如果可以睇翻，即係如果得閒可以聽翻我哋嗰個長征嗰集啦。咁1937年，咁啊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零師啦，即係正式叫八路軍啦。咁啊，然後咧何龍啊任師長，咁啊率部參加抗日戰爭。1939年，頭先我講嗰個即係齊會特圍戰啊，呢個就係頭先我講佢俾人圍打圍攻嘅時候咧，佢仍然打緊籃球嘅，真係好巴鬼弊嚇。咁咧，佢喺場戰爭裏邊咧就都好出名嘅，即係喺日本人圍打佢嘅情況之下咧，佢仍然啊喺即係喺一個即係唔夠人多，又唔係好高，又唔係好多好大嘅武力之下咧，佢仍然咧可以咧抵抗住日軍嘅攻擊。而後來咧，仲殲滅咗日軍，即係唔知誒幾多人嘅。咁後來咧，蔣委員長咧都有頒布一個電報，即係讚許佢嘅嚇。好啦，我哋再睇下另一張圖啦。咁啊，好得意嘅呢個人咁打得啊，但係到最尾咧，佢後來就冇去打仗嘅。咁啊，後來俾毛澤東啊召咗翻去嘅。嗱，我1945年啊，何龍咧就出席中共七大，就當選中央委員。1946年咧就即係國共內戰啦，七月咁啊，佢係指揮個晉北戰役，咁啊攻克八座城市嘅，咁啊殲滅咗啊呢個鹽石山堡咧就8600余人啊，呢啲啊即係國共內戰啦，即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咁佢1947年咧又係啦，佢就俾人哋咧調翻去中央，就主持咩咧？就主持即係後勤啦。咁啊唔使再喺前線打仗啦，喺後方做啲咩咧？就籌集經費、糧草、被服、彈藥，咁同埋咧就開展新式嘅整軍運動。頭先講過啦，佢係一個比較上即係現代化嘅一個軍人咧，所以佢訓練嘅軍隊方式咧，都係比較新啲嘅。咁然後咧，佢不停咧組織新嘅兵團咧，開赴前線，保障咗西北野戰軍挫敗國軍重點。咁啊，即係所以你見到得意，即係唔知點解嗰陣時即係共產黨會，即係其實佢都打得噶嘛。就將佢調翻去中央嗰度做呢個幕，即係呢個咩運，即係後邊呢啲糧草啊呢啲嘢，就唔俾佢仗打喎，真係唔明啊！即係唔明點解會咁樣做啦。咁啊，1948年咧就係2月咧，咁啊何龍咧就任呢個金陵駿拓嘅聯防軍區嘅司令員，6月咧就任呢個中共中央西北第二書記，9月咧就兼任埋西北軍政大學。軍政大學的校長。1949年10月1日咧，佢就新中國成立啦嚇。咁啊，1952年9月咧，就何龍啊擔任國家體委主任，即係後來即係中國嘅運動咧，即係由佢揸 fit 嘅。咁所以咧，後來咧，我哋即係如果你有留心即係睇運動嘅話咧，我哋香港當年有一個好似叫容國團咁樣嘅乒乓球嘅運動員啊，就係喺香港嚟嘅，咁啊就係何龍咧就即係邀請咗佢翻內地，即係翻咗中國，就幫佢打波，咁後來贏咗世界冠軍嘅。咁啊，但係我哋又如果我哋細個聽，通常聽得張則棟多嘅，莊則棟係咪張？莊則棟多，就好少聽過個容國團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容國團咧後來就因為某啲情形之後咧，就消失咗嘅。我呢一間再講嚇，但我睇睇先。到1954年6月啦，嗱，何龍咧攞咗好多勳章噶啦。咁佢1954年6月咧，佢就任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委員會嘅副主席。9月咧，佢就當選咗國防委員會嘅副主席，跟住咧國務院副總理。1955年9月27日咧，佢啊授予個元帥軍階。同埋一級嘅八一勳章、一級嘅獨立自由勳章同埋一級嘅解放勳章，我諗佢1955年咧應該人生嘅巔峰啊！你睇佢上面嘅三個獎章都係佢嘅，即係有八一獎啊、咩自由勳章啊，咁又仲有呢個解放勳章啊，全部都係佢嘅。咁你睇到啦，即係去到1955年咧，我諗佢都係屬於即係我
當時嚟講係中國即係最高級嗰幾個人之一啦，嚇、啊，亦都係人生嘅巔峰。好啦，我哋又睇下最後一張圖先，係啦，嗱，一個嚇喺即係抗戰啦，又打內戰啦，又打日本仔啦，嚇、啊。又組織呢個運動啦，又攞個世即係幫即係運動員推出國家外邊打波，又贏個冠軍翻嚟啦，即係世界冠軍翻嚟啦。咁但係最尾係點咧？最尾呢啲即係為共產黨即係付出一生嘅元帥，最尾係點咧？最尾係俾人政治謀殺嘅。咁啊，點解政治謀殺咧？又好得意啦啊！就因為咧，佢1966年咧就。5月16日啦，即係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啊。咁啊，1966年啦。咁啊，賀龍對文革中無幻想嗰個作法咧又不滿。咁啊，林彪同埋康生咧就即係指控阿賀龍啊，準備推動呢個二月兵變，企圖咧刺殺毛澤東。咁嗱，呢個二月兵變咧講嚟又好得意。咁其實係即係指烏虛遊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就係、是。呢四個字點嚟嘅咧？四個字二月兵變呢四個字咧，其實咧就係當時咧，即係北京咧，就因為換防啊，即係兩師換防。咁因為啲時間嘅問題咧，變咗另一師入城嘅時候啦，就冇地方住，因為另一師未走啊。咁啊，嗰另一師入城嘅時候咧，就要即係要向一啲大學嘅宿舍咧借地方瞓。咁啊，即係向北大啊，向其他啲咁嘅學校咧借地方嘅時候咧，咁有啲學生當時咧就寫啲大字報。即係話，哇！點解呢無端端有啲軍隊唔係即係無端多咗一師軍隊嚟嘅咧？咁就話有大字報就話，二月兵變啊咁樣。其實啲大學生自己作即係作古仔嘅啫。但問題咧就阿林彪同康生呢啲一睇一即係攞到呢啲咁嘅古仔咧，哇！即刻呢啲無限上綱啦啊！即係即刻就係話佢即係有心係刺殺毛澤東啦。咁但係又好得意喎，毛澤東開頭又信佢喎，毛澤東咧就。約咗阿賀龍咧就一齊游水，咁就同阿賀龍講咧就話：，我信你嘅，我係保皇派嚟噶嘛，即係佢話喺中南海泳池啊，佢話：，你唔使緊張，我做你嘅保皇派，即係話咧冇事嘅，我會睇住你。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去到即係1968年咧，咁阿毛澤東突然間喺呢個八屆十二中全會就話咧：，我唔保咯，即係好兒戲喎。啊，咁啊唔保之後咧，咁啊何龍都知賴嘢啦，咁啊何龍咧咁啊點咧就會揾咗阿周恩來嘅，咁啊周恩來咧就係嗰陣時有一個古仔嘅，咁啊其實話周恩來自己都唔係好掂嘅，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咧就阿周恩來咧就喺西花廳嗰度做嘢嘅，即係嗰個辦公室啊，叫西花廳，然後阿毛澤東做嘢嗰度咧就叫咩叫做唔知叫怡蓮堂做乜嘢嘅，即係另一個地方。咁阿毛澤東就話：你西花廳咧就居水馬龍，我怡蓮堂咧就門可羅雀。咁即係話咧，即係有少少串啊！周恩來即係話你都好多人中意你喎嚇。咁同埋你一次開會咧，佢仲同阿周恩來講啦，即係毛澤東同阿周恩來講，佢話咧你距離咧呢個右派咧仲差50步到嘅人。哇！阿周恩來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即刻驚啦，即係話會哇！喂，即係咁，係咪即係喐埋我咧？將來咁，所以咧話依個會開完之後咧，阿周恩來咧對阿毛澤東任何嘢咧都唔敢 say no 啦。啊，咁啊，因為毛澤東唔再保阿何龍啦，咁啊，周恩來咧就即係諗住周恩來可以保佢噶，係咪先？咁啊，同阿咁啊，阿何龍同周恩來咧就即係其。好，即係你頭先我講啊，南昌嗰陣時，即係南昌即係暴動嘅時候，即係已經同阿周恩來好 friend 噶啦嘛。咁所以咧，阿周恩來係諗住保佢嘅諗。咁啊，何龍咧就走去西花廳揾阿何龍，唔係揾阿何揾阿周恩來。周恩來咧就即係都擺咗，即係叫佢喺度住住先。但係問題咧就係當時咧即係啲所謂四人幫啦，即係林彪人啦，就即刻咧派好多呢啲車啊，用啲大嘅啲喇叭咧就圍住呢個西花廳。然後咧就日日喺度廣播，即係話啊呢個咩軍閥啊呢個咩間諜啊啲咩，即係係咁喺度播，即係咁啊搞到阿周恩來咧都覺得即係搞唔掂，咁咧就後來咧就將佢咧送咗去呢個西山嗰邊嘅，即係真係等佢即係隔離下嘅，等佢唔好即係太接近呢啲咁樣嘅，即係啲咁嘅叛，即係唔係叛亂啦？嗰啲嗰陣時嗰啲即係嗰啲紅衛兵啦，咁但係咧去到嗰邊之後咧。就被人哋監禁咗啦。
咁一個監禁之後咧，就咁啊，你幾廿歲啦，係咪？1969年佢都幾廿歲啦嚇。咁啊，就有糖尿病嘅。咁有糖尿病之後咧，又冇即係咧嗰陣時又唔醫佢喎。即係點樣？即係唔係唔醫佢？即係點醫佢咧？係你糖尿病，你唔可以食咁多甜嘢噶，係咪？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喎。佢係點咧？佢咧就嗰啲打點滴，同你打點滴。但係打啲咩點滴咧？就係、是、打啲即係高葡萄糖嘅糖水俾你。咁即係想你早啲死啫，係咪？咁啊，結果咧真係去到九號咧，就糖尿即係病酸中毒。咁啊喺301醫院就病逝咗啦。嚇、啊！所以咧，你諗下一個為就為咗即係唔好為啦，佢一生即係喺中國嗰度打打殺殺，咁後來又喺後邊運籌帷幄，咁啊亦都做到我哋十大元帥，咁啊到最尾咧，竟然咧就係俾人哋用呢咁樣嘅即係葡萄糖咁整瓜咗，真係有啲荒誕嚇！咁啊，仲荒誕係點咧？就仲荒誕就1973年啊，毛澤東喺軍委會上咧。承認都喺賀龍的問題上係搞錯咗，我話大佬，即係你搞錯咗就冇一條人命啦。佢話咧，我聽到林彪一面支持，所以我犯了錯誤。但係犯咗錯誤咧，又唔使有罪喎，啊，淨係即係啊，我搞錯咗添。喂，咁搞錯咗，人哋就瓜咗噶咯喎，嚇、啊。所以咧，即係依家真係其實中國共產黨嗰種政治咧，即係其實好似人治啊，即係有啲好似好皇帝 feel 或者好小説 feel 噶。咁啊！你見到我樓後嗱張黑白相咧，咁黑白相咧就係我哋香港球王阿容國團啦。有啲見到個即係右邊左邊數嘅第三個，第右邊數嘅第四個就係莊則棟啦。咁人哋話點解容國團過唔到呢個文革咧？就因為佢同阿賀龍好老友，咁賀龍俾人打到咧，咁啊容國團都冇法子唔打到。點解容國團個名都有原因嘅？因為當時咧，佢老豆咧覺得咧，即係中國內戰啊，國家分裂啊，咁啊，佢生個仔就唔希望我即係唔希望個國家分裂，所以將個仔個名改咗國家團結，都叫容國團，亦都係我哋香港出嘅第一個世界嘅冠軍啊，即係乒乓球啊。咁啊，咁啊，佢跟即係黐賀龍啦，咁所以就冇運行啦。咁俾人話佢係英國間諜，咁無端端咧就俾人鬥死咗。咁啊，另外啊，莊則棟都係我哋成日聽啊，細個莊則棟都係世界冠軍啦。但係點解莊則棟又可以過到文革咧？咁原來咧又即係聽翻一啲即係佢老婆講啦。原來話咧佢同阿江青好老友嘅，好阿江青咧嗰時夜晚黑咧就會打電話俾佢，然後咧就叫佢咧就同阿江青練波嘅，唔知練咩波啊？咁即係，但係佢老婆咧就好憎江青嘅。啊！咁啊話每次點解夜晚一打起碼嚟就要練波咧？咁就好奇怪啊！咁啊，仲有你見到我左上角有一張相嘅，嗰張相咧就係董必武旅儀用嘅手槍。咁點解依咁嘅手槍咧？就是、因為當時嘅二月兵變啊！我講二月兵變嗰件事咧，就係話啦，其中嘅證據咧就係依支手槍啦。就係話點誒？依手槍其實咧就當年係賀龍咧送俾阿董必武個女玩嘅，因為咧賀龍啲軍人啦好多槍噶嘛。咁呢把咁女性嘅槍好細把嘅，咁咧送俾阿董必武個女咧就當係一個禮物嘅。咁但係咧就嗰、那個啲學生哥咧就話咧，呢一師嘅軍隊入嚟咧，一收到即係呢個槍嘅，即係一聽呢個槍聲咧，即係董必武家一聽到槍聲咧就會起疑噶啦。咁所以咧就連佢咧都即係連董必武個女啊都爭啲禮物嘢嘅。嚇！咁你都幾大鑊嘅。咁你喺個成件事咧，就係講咗咩咧？就話你發覺喺中國裏邊咧，其實你係好唔安全。就算你做咩人都，即係唔理你係平民又好，或者你係一個為國家盡忠嘅好，即係你要玩得即係唔會即係咁樣無辜被人整瓜咧。其實你個 EQ 啊，同埋你個手段要好高。因為我上一集講許世友咁樣咧，即係許世友就可以做得到啦。許世友佢真係話佢可以咧過到咁多關咧。佢除咗個樣子老實之外咧，其實佢即係嗰個心機都好勁下嘅。反而咧，賀龍呢啲做到十大元帥咧，到最尾反而過唔到即係呢個最尾呢個政治依關啦。咁又俾人哋用葡萄糖啊懟冧咗啦嚇。咁啊，我哋咧今集就講到依度啦嚇。咁啊～
下一集呢我哋再见啦，拜拜。